穿标题，原来张雨绮不只有霸气，当她穿上银耳裙后美成仙女，超温柔。张雨绮是一个颜值很高、身材也很好的演员，毕竟她是作为星女郎而出名的。相信很多人都是有看过她的电影，张雨绮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在生活中，都是会表现出一种霸气的感觉。在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女生内心深处的影子，而其实她的穿搭也是向来比较霸气的。本身张雨绮就是有着一种长得很霸气的脸，也就让她更加偏向于御姐范一些。而其实她在生活中的很多处事方式也是很霸气的。但是没想到，向来以霸气和性感著称的张雨绮，竟然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时候。看到她换上一条仙女裙，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张雨绮前不久在一个节目中，就身穿了一件长款的连衣裙，这件连衣裙是白色的，也显得非常清纯。因为本身张雨绮给人的印象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一条裙子就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她的这条裙子在袖子上还是一些卷翘的花边，就很像是银耳一样。原来张雨绮不只有霸气，当她穿上银耳裙后美成仙女，超温柔。这条裙子在她身上其实并不会让人觉得很违和，反而是看到了她温柔的一面。其实张雨绮本身人的性格还是很不错的，所以偶尔转换一些穿衣风格也还是很不错的体验吧。其实张雨绮的身材确实也是很好的，所以才能够将很多不同款式的礼服穿得很好看，像是她的这一条白色连衣裙就会显得更加甜美一点。要说银耳裙是清纯的邻家女孩的话，